你卷是挺好。那你这你抠完的挺好玩。多大岁数了？80。80啊？啊，咋不像啊？不像。瞅着是挺年轻。哎呦我的妈，还年轻。80。嗯，挺年轻。哎呦我的妈！咱们先可男的先来啊。嗯。身体瞅得挺好。嗯，身体没毛病。是不是啊？走道瘦高的。哎呦我的天，真大。我告诉你，半年你就半年，你就不能稍微找个个把月？你找个一个月，他也不至于这样。一回那啥，一回，农村那我这都在外边，我也不懂。你不在家是吧？嗯。你也不总在家呀，下次长了你就打电话。这属于灰指甲。他这个就这个年纪了，这啥就这么地了，一年修个两三回也就拉倒了。是，他这修两三回都无所谓。对。现在没看，哎呀，这两天磨叽我，这挠了挠我就得回家，就要回家。就不搁这待了。谁呀？老太太，到这楼里待的，这就敢蹲监狱了。那回农村这么冷，也不也出不去吗？这出不去家，你就天天6点多钟就是左右邻居啥的就往这儿来了，就上我家去了。上街唠嗑呀？嗯。真厚啊。那你们总不在家，他自己在家肯定无聊了。嗯，那我没办法呀，我开大车的。孩子呢？孩子在东院上班，他就搁这嘎达，就骑自个儿看着楼。哎呀妈，这啥孙子啥的呢？孙女啥的，这不得也能陪陪吗？这不是孙子上班的吗？哦，这不就在东院上班，是上去之前来他孙子领来的吗？从就跟你对个这个那谁，从孙子呢？奶奶啊，还没有从孙子。哎呀，咋没有呢？从孙子多大都跑了，还没有。有。那我问的老太太了。他叫你给脚疼了，那个。把重孙子领来。哎呀，那都是领不了他，你等于那两个上学，那大的都上学。这都四代同堂了吧？是不是四代了？那谁，海通大姑娘多大了？是不是也得15、16了？那马上5代同堂了。嗯。5世同堂少见的。证明你家人都早婚。早婚，不早婚，他不可能80多岁能马上看5代。海通那是多大？20几结婚？你说海通20几啊？海通是不是都30？不是，我说他结婚的呢。啊，都早。30，孩子16。那些是30多还是16？那海通都得35、6了，18、19就生孩子了。那是没有，那他得40左右。孩子16，他35、6不就是18、19吗？谁大海通多啊？你自己家孙子多大你都不记得了？不记得，一天洗了裤脚。记得裤脚就行。狗年。老太太，你家也是个大家庭的。
是不是啊？都耽误了，都对。人多吗？人多呀。